原定有2400公頃土地留作住屋用途。
收回土地條例，佢收回約500公頃嘅宗地，其實可以見到政府係根本就有能
回收地，況且唔一定要回收到，故此喺棕地可能發展唔到，或者係發展時間無可預料嘅情況之，同埋影響其他房屋方案發展嘅情況之下，發展棕地無一理，又點會優先處理？又點會優先處理咧？今日有方向方轉變有三個錯誤，第一係有方講到要解決現有嘅土地資源，但有方以為呢啲土地存在就代表可以快啲發展，但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正正係因為呢啲棕地存在咗好耐，問題都累積咗好耐，棕地問題日積月累，包括業權極多、油極分散、工業造成電子廢料、建造廢料等等，通通係咪都可以一時三刻解決得到呢？點解我哋唔優先用比較有效率、成效比較有保證嘅填海去解決目前極需要解決嘅房屋問題呢？第二，有方講到發展時間短，我哋根據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嘅文件指出，以有方嘅棕地中嘅新界不具發展潛力嘅棕地嚟講，要2030年之後先會落成。但我方根據香港2030街指出，做填海嘅第一批居民入住可以喺2029年之前，2029年比2023年仲前，有方又點會話係我方嘅填海時間需時長呢？第三，有方話到要用收回土地條例，有方今日原來都知道業權極難收，已經要用到強收土地咁強硬嘅方法，幾乎係強搶土地嘅方法。但係我方知道收回土地條例係要確立咗公眾用途先可以用嚟收地，以洪水橋為例子，以有方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嘅文件已經指出，會攞最少24公頃嘅土地嚟起工廈，而攞最少37公頃嘅土地嚟做物流用途，呢啲都通通非公眾用途，又點會用到收回土地條例嚟收地呢？有方不斷話收棕地好快，因為啲土地本身就存在，但正正就係因為咁多個覓地方法之中，這個亦係政府角色最被動嘅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如果你係地主，本身有個回收場，做緊生意或者係有祖墳之類，你會唔會咁輕易俾塊地政府？明知政府好心急上你塊地，你係會平價出售，定係趁機大賺一筆呢？所以到最後，政府一係嘥多好多年嘅時間去慢慢傾收地，一係嘥巨額公帑去買地。以新界東北為例，政府收咗10年都未收到齊嘅土地，咁樣起樓效率係高定係低呢？更重要嘅係，呢啲方法除咗本身被動之外咧，仲會影響埋其他項目嘅處理過程。我方想強調一點，就係如果政府用同一班人同一筆錢去填海，完全由政府主導，可以大刀闊斧，只要佢哋肯做，一定做得到，唔使等人妥協，唔使俾人坐地起價。所以到底邊一種方法可以更加有效率解決房屋短缺嘅呢個當務之急咧？多謝各位。25.6 萬啊，即係平均每一個劏房入面
公屋落成，反問翻有方，你哋係咪而家仲要慢慢同中地嘅業主傾收地？你係咪你可唔可以確保到五六年之內可以興建到一大批嘅房俾市民居住咧？嗱，今日有方咧講到佢哋嘅中地咧，好似好多好處咁，其實咧莫非就係圍繞住一個字快？到底要幾耐咧？有方又冇講過喎，但係今日咧我方咧又可以同你講翻個字慢，中地收地慢，各種嘅經濟活動喺上面，業權問題甚至為咗發展中地而拖延其他嘅項目，令到佢嘅發展更加慢。嗱，正如我方主編一開始所講，資源錯配收地浪費大啊！嗱，等我發生下經紀同大家分析下啦。嗱，今日有方你咁中意呢個快字咧，咁就應該贊成填海冇業權嘅問題，更冇貨櫃場，唔需要搬遷，唔需要轉讓，覓地快，規劃快，落實快。例如東涌1997年已經完成第一期，可以容納到18,000嘅人口，嗱，跟住再同期同年再完成第二期，再隔一年就完成第二期嘅下半部分，兩年之後就完成最後一期啦。甚至我哋而家講緊嘅東大嶼都會係喺2029年就可以落成，相比起有方你嘅2030年，係比你快足一年嘅時候，係咪可以更加去符合到有方你標準，優先去發展呢個唔同嘅土地咧？甚至我哋喺呢個東大嶼入邊咧，係用呢個深層水泥灌合法，係唔會造成任何污染，不特止，仲可以呼應到任何嘅快速咧咁樣嘅問題啦，甚至三炮都係用呢個方法去填海嘅時候，嗱唔緊要，如果有方你仲唔意你咧，我哋仲有好多個覓地方法嘅。首先咧，對翻有方你嘅快先，小型閒置土地咧，絕對係你嘅首選啦。佢本來咧就係政府嘅土地，冇業權嘅問題。嗱，如果有方你想要大塊啲啊，高爾夫球場都啱你嘅，佢只有單一業權嘅問題。雖然比頭先個方法慢咗少少咁啦，但係例如粉嶺高爾夫球場咧，佢嘅地契原來喺2020年咧就會到期，政府唔需要賠償任何嘅錢，不特止，簡直係有方你嘅經濟首選啦。如果有方你都仲係對中地情有獨鍾啊，慢慢發展咯，慢慢收業權咯，都可以做到政府嘅長期儲備、長遠發展，但係仍需要先用，並唔係優先發展咯。嗱，如果有方你頭先講話佢不得已收地咧，就要用呢個嘅收回土地條例咧，嗱，其實咧有兩個問題㗎。第一，有方你已經知道中地咧係唔可能透過協商回收；第二，收回土地條例並不能用且不應用。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中地的問題遠遠比填海大，有方今天是不是夠膽掩住良心跟在座這麼多位說寧願犧牲無數的代價都要發展這樣的中地呢？多謝各位。先至問下，請問1300塊啲啦。
年，但我方已經指出喺2029年之前可以入住友方，點解就係唔聽咧？我再一次請友方同我論證中地嘅罪費要幾時落成？你友方同我哋講，我哋今日中地1172公頃可以為新界提供到8.4萬嘅一個8.4萬個單位，咁樣夠唔夠？友方何止提供到8.4萬個單位得，但我方見到東大嶼嘅填海可以提供可以容納到70萬居民入住，有方同學請問係70萬居民入住，在你嘅8萬幾個單位多啊？有方同學，當我哋今日見到我哋2023年已經可以提供到8.4萬個租客，8.4萬個單位嘅時候，比起你嗰個要等到30幾年、20幾年先可以提供到70幾個人入住嘅時候，究竟我哋邊一個可以更加快，亦可以更加提供到多嘅單位？再比起我哋可以優先發展一個新界嘅裝地，然後你再提供咗8.4萬個單位之後再發展你嗰個填海都唔遲啊！咁同學，我哋可以邊填邊建邊起邊住。不過好搞笑啦！今日我方話可以優先發展中地，因為我估唔到中地只需要2至3年，而家可以提供到8.4萬嘅房屋，之後再發展填海都可以嘛？如果我今日唔聽我哋講，一味要發展填海，但係有個朋友答唔到我哋呢三十年呢班嘅公民呢班嘅居民點樣填算？有方同學講到2至3年，我想請問有方2至3年嘅數據出自於邊？有方同學，我已經講過好多次本土研究社同埋。呢個嘅好誠實研究同工作諮詢已經講過，係2至3年上有方同學一直都唔聽同我哋講嘢，我但係有方同學今日同我哋講中大嶼填海，我今日見到中地方邊已經有曬所有嘅配套設施嘅時候，今日發展呢個中大嶼填海，佢周邊嗰啲配套啊設施啊道路係咪全新起過咧？有方同學今日講到係本地研究社，但係即係非官方組織啦，但官方組織俾出嘅數據係等到2030年之後，我哋梗係信官方組織嘅2030年以後，而且我方講到有咩配套，我方可以講到東大嶼係近內地、近珠海、近機場，呢、這個比起有方嘅新界中地係交通方便咗好多。有方同學，咁你邊期咗未？有方同學，你點樣解決邊期問題？一笪中地上面有300幾平。有方同學啦，今日我方已經講過可以用收回土地條例，因為今日我哋見到政府收回呢笪地真係用嚟起公屋噶嘛，但係方同學咩一直唔聽，最後我哋今日政府見到業主佢哋根本就冇反對政府用收回中地嘅時候，佢哋講到只要政府願意俾一個合理嘅賠償，佢哋就願意去俾呢笪地出嚟嘅時候，我想問有方同學，到底有冇見到呢啲業主嘅原因？有方講到話收中地咧係因為收唔到業權，極其困難收，所以先要到收回土地條例，但我方住一户二户都已經講咗啦，收回土地條例不可用，因為咧政府嘅文件已經指出咗係有24公頃嚟起公契，並非收回土地條例中嘅公眾用途，所以係用唔到收回土地條例。而用唔到收回土地條例，咁有方請問你同政府同埋一個業主傾300幾個業主，你要傾到幾耐先？嗱，有方同學，你有冇聽我哋主編講嘅？我哋主編咧已經講過話，我哋呢個嘅新界中地嘅發展嘅規劃咧，係會以60:40去起呢個嘅極公屋同埋私人。請方要用最快時間，而家啊，方尚如18年嘅請自由派出，因為有方一直話到要收中地好快，但我方見到咧，而家中地上嘅業權問題極難解決。有方又話到咧，可以用收回土地條例，即係有方承認業權到中地上嘅業權問題已經係政府同埋業主私人已經解決唔到，用收回土地條例。我方再講啦，以洪水橋為例咧，有人多謝各位。下方嘅發言時間已用得，自由辯論環節結束，而家係結辯環節，雙方結辯有1分鐘時間預備。
比較細小收唔到業權嘅宗地咧，同埋發展一幅大型土地嘅規劃咧，啊，我跟住便問業權難收問題點樣解決，有方就話用收回土地條例可以啫，但嗰300多個業主全部都用收回土地條例嚟收嘅時候，究竟政府要賠幾多錢咧？連元朗區嘅議員都講過，收回土地條例呢個賠錢嘅數目，對於農民，對於呢一班業主嚟講係冇吸引性，呢個數目係太低㗎。收咗麻煩，加麻煩係收咗500
唔止一個，而係三個，而一個標準根本唔可以解決曬全部嘅問題。嗱，第一個問題咧就係房屋議題好迫切要解決，所以我哋提供嘅土地咧都係要快，否則咧係解決唔切迫在眉眼嘅問題啦。嗱，有方同學面對住呢一個快嘅問題，有方同我哋講啊，我哋不如填海啦，我哋可以用我哋起個東大魚都會啊。但有方同我哋冇諗過，究竟要用幾耐嘅時間咧？我哋今日見到東涌啊，佢只係填咗130公頃，都要用18年嘅時間啦。有方同學，我哋今日見到我哋而家目前我哋嘅方案下咧，中地只係一個小規模嘅起屋嘅一個規劃啦，只係要用2至3年嘅時間，根本就係可以滿足到有方同學嘅一啲問題。我哋嗱，跟住而且我哋今日見到中地咧，佢係唔需要由零開始一一去興建一啲嘅基建啦，因為本身已經有可以令到市民咧盡快入伙。嗱，中地面對住第一個問題，佢都可以滿足到佢嘅要求。嗱，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大啦，我哋今日見到房屋供應需求大啦，我哋今日見到長遠房屋策略咧預計香港係未來30年咧係最少要1200公頃嘅作土地咧作房屋用途啦。嗱，面對住呢一個嘅問題，有方同學舉咗啲咩方案俾我哋啊？佢同我哋講，我哋可以起高爾夫球場，我哋可以用一啲土物政府閒置咗嘅用途。我哋今日見到呢啲土地有幾多？我哋今日見到只係都幾百公頃。但係今日見到我哋中地咧係有1172公頃嘅土地，係遠遠多過有方同學嚟所舉嘅例子。嗱，面對住呢一個嘅第二個問題，我哋中地又滿足到啦。嗱，第三個問題係咩咧？第三個問題咧就係我哋今日討論一個方案咧，就係要睇究竟邊一個係可以釋出最大嘅土地發展潛力，去善用土地資源。面對住土地資源咁珍貴同埋稀少，所以我哋每一塊嘅土地都應該要我哋每一塊土地嘅潛能有冇被用盡，其實係好重要嘅。就例如你好頸渴嘅時候，你應該會每一滴水都會去珍之而重，根本就唔會亂咁用嗰啲嘅水。嗱，當你今日見到中地佢咁珍貴，但係都俾人隨意污染、亂咁擺放嘅時候，連規劃署都同我哋講，我哋應該將中地咁珍貴嘅資源去地盡其用嘅時候，中地又滿足咗我哋今日第三個要求。嗱，安居樂業本來係一個政府要對每一個市民承諾嘅一個基本責任，但係喺今日嘅香港，竟然成為咗遙不可及嘅奢侈品。嗱，當我哋今日見到無論係時間定面積上面，中地都可以解決到嘅時候，我哋今日就應該要優先發展中地。多謝各位。1172公頃的相連的中地是可以開發的，跟住咧就佢又同我哋講就話有好誠實嗰個唔知咩土地本土研究啦，就係開發啲比較少的中地，就係開發2至3年。咁究竟你係想開發1172公頃嗰塊大嘅相連土地啦，因為開發好誠實所講嘅2至3年少嗰塊土地咧？變咗而家就變咗好奇怪啦！咁反方咧打你嘅時候咧，就同佢講：反方話幾耐？跟住你就同佢講：少啊，所以2至3年咯。反方攞東大原來你話喂大過你嗰樣，唔係啊，都係1172公頃。咁變咗我就好奇怪，我唔知道究竟你係想講，其實你係1172公頃嘅2至3年開發啦，因為係一塊求其好少嘅中地，可能係零散嘅土地，你要2至3年啦，因為係點樣啦？咁所以其實呢個位係可以解釋清楚啲嘅。咁樣，同埋好可惜嘅地方就係、本來主線係諗住講話發展潛力啦，但係用好後場嘅經驗，最後先聽得翻叫地盡其用，中間就冇咗嘅。咁樣至於反方呢一邊咧，我就覺得嘅問題就係、其實咧，我覺得反方即係純粹係 brainstorm 啊，即係我自己個人意見啦。其實正方呢一條辯題需要確立嘅兩樣嘢，第一樣嘢就係、要發展新界，優先發展新界中地啦。誒，要確立其實係房屋嘅用途。咁因為其實我自己都有 track 過呢條辯題，咁其實咧，我有諗過，其實反方會係透過進度係會講話香港應該優先發展新界中地，但係就唔係發展房屋用途嘅，可能係發展基建用途，因為2030年係基建係個數據都係好缺嘅，可能缺個房屋嘅，或者可能係發展商業用途。咁其實我覺得呢個地方係都可以
咧同雙方條主上面提出嘅嘢有少少唔同，咁我就想挑戰下雙方嘅主線先。咁依家未到平嘅位置，呢樣嘢係盡量冇影響到平衡，但我理解上有兩樣嘢，即係正反都有少少嘢出現。反方嘅主要係喺收回嗰一樣嘢上面，因為咧以我理解咧，呢、這個公眾其實我記得條條文寫公眾利益唔係公眾用途，但係就算公眾用途啦，佢英文應該係 public interest。咁然後咧，過往嚟講啦，譬如你收完翻嚟啦，都唔係全部一齊起公屋，即係佢都會攞嚟譬如整 CO 啦，或者係有公廈咁咯。咁所以咧，本身 define 咩係公眾用途嘅，應該係個法官。而本身以前司法覆核咧，應該係從來都未試過係就住公眾用途嚟挑戰佢嘅，從來都係司法覆核嘅賠償金額咯。換言之，對於政府點樣 define 公眾用途咧，我本身理解應該係你可以用強搶嚟打法嚟睇，但如果你話嗰個唔係公眾用途咧，我真係少少保留嘅。但係正方都冇提出過啦，咁所以呢個係應該冇影響到平衡嘅。純粹我本身有少少疑問一樣嘢，咁啊呢一樣嘢都會連帶到你後面嗰大限都有影響嘅。因為如果佢用收回土地條例講咗話係，我諗佢覺得公眾用途要收啦，咁之後假設佢嘅上訴即係就算賠償金額咧，咁司法程序上面係會收咗塊地，然後已經開始決定平咗塊地啊。A 金樓啊，水上未賠錢咩咁，換言之，即係我未搞掂啲嘢，但係我先收你塊地住先，啊，咁就變咗真係會快咗嘅，咁呢個我真理解上面問題。咁由正摩到咧就係、是、聽你條咧，你有即係、就是、你哋有講到1,142公頃相連土地咁，咁但係我理解應該得500多公頃，政府個摩到係大塊啲大規模，剩低700公頃都係零零碎碎嘅土地咁，本身理解就大。咁但係你話係相連土地唔係最深活動啦，咁呢兩個我哋就。但比較大質疑係你哋講話2至3年嗰個數據有諗住1,172，好似另外唔同講啦。我理解就係佢應該係講緊有啲小規模啲村落咁，你哋講緊鄉村式咁起嘅喎。咁你冇理由1,172公頃都係鄉村嚟㗎嘛？咁都即係就算係發展土地前，如果全部變曬鄉村，真係好奇怪嘅。即係我對鄉村嘅理解，佢嘅交通可能會冇咁方便，又或者係唔係好似一個城鎮根本？變咗同對手翻嚟講嗰個即係長遠規劃咧，就顯得好鮮明地唔同。即係對手本身講話嗰啲地方係長遠變咗一個嗰啲市鎮啊，或者係諗好曬點整，但係你哋可能就一堆堆鄉村，咁呢個都係對主持人少少保留。咁個翻場比賽咧就係，一陣間先可能已經講完。個翻場比賽。